Thank you.
我就一点点。不要穿袜子，袜子太干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药一晚上就好了。这，我要跟张导演抹。当然，我也要。先踩地上不就那个吗？当然，我们七个。看一下，好吗？当然，我们七个要抹。哎，有个，七点半，这一颗掰断了。好，你们去吧。啊？什么？团体都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我知道了。好紧张。当时，不是，今天去太晚了。一点多，两点多对吧？上次十二点半下课了，对，那得洗个澡干嘛？再吃东西，还在闹叨呢。上次都已经一点了，不捏脸。哎呀，兄弟一抱，感动失落。哎，你们俩还能摔我吗？你就你就算，来，我给你来。小娟儿，别受伤了。好不好？